家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面前来介绍我们联合国网核集团，紧挨着联合国旁边的两栋大楼是，地址是866 UN Plaza。866联合国大厦，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联合国网核集团住进联合国大厦265房间5000平方尺，它不仅是中国人在这个联合国大厦里面是最大的办公室，也是可以让世界各国人民值得羡慕的一个大楼的办公地方。这个在1971年和72年的时候，联合国总部还没有盖起来的时候，联合国大厦就已经是副秘书长跟工作人员都在这栋大楼工作过的地方。而且非常巧的，我们现在所在的866联合国大厦265房间的隔壁的办公室，就是蓝维哲副秘书长，联合国副秘书长蓝维哲先生。而就是因为这样的机缘巧合，让我们的联合国网核集团的工作和业务推进中美文化促进的非常强大的一个成绩，和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商机的机会。接着我们的业务呢，现在呢不仅仅是得到蓝维哲先生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特别是在1月11号的时候，可以看蓝维哲先生对我们的肯定和鼓励和支持。不仅仅是蓝维哲副秘书长对我们的支持，还有联合国人道事务部部长罗莎女士，还有联合国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还有联合国各个部门。文化联盟，还有我们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王彦生文化参赞，以及马云辉领事，对我们的肯定和支持，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我们不仅仅是通过在这一次中国梦的活动的这样子的机会，我们呢有美国的Aurora女士也非常支持我们的每一次的项目，不仅仅推广的中国文化，也增进了美国的文化，更加壮大的跟世界各国能够实践一种愿望和梦想的一个地方。非常的有幸这次能够跟Aurora在联合国总部面前来介绍我们的联合国网核集团的业务工作。我们现在和Aurora所认识的世界各国的驻联合国的领事和总统，以及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商业的发展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计划走进。从联合国走进中国，然后我们要到中国3线、4线的城市，然后来进行多方面的文化、经济，来进行合作、配合、发展。我们不仅仅就是有专业的城市计划，非常实用的城市计划，它里面有业务，有建设医院，有污水的处理。有发电厂的，还有维和医院的，这样子各方面的业务发展。我都来跟我们这样的交谈的机会，然后同时在联合国大楼总部的大楼面前来发表他的跟我的一样的观点。非常感谢大家，现在有请Aurora女士为我们发表我们不同的见解，谢谢。Hello, my name is Aurora. I'm the spokeswoman of UNCG, located on First Avenue 48th Street and affiliated with United Nations Plaza and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are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ng with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we are now right here, standing in front of it. The UNCG is part of United Nations, and United Nations is supporting them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investors of China, you are all welcome to come and visit us at UNCG, United Nations Communitech Group, are for people who is providing and who wants to help every country that needed hospitals, schools, highways, anyth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ants to help. And on my left is the president, Andy Li, UNCG president, assistant president of Andy Li, Judy Wang, and our beautiful interpreter, Alicia. I'm the spokeswoman of UNCG, and if an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UNCG, please just come and we welcome you to visit us at room 265-866 UN Plaza, 48th Street, 1st Avenue, New York, New York.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making us to do the difference everywhere. Oh. 现在把你们带到联合国广德866-265房间。 这边是Donald Trump跟我们挤来的非常近的。 United Nations Staff Union. Yeah, 这是联合国工会。然后我们这边呢，是265。 Now we are on our way to our United Nations. 哎，这里呢再重新介绍一下，这里是2252，是联合国护秘书长南威哲先生的办公室，跟我们隔壁。 这个是我们伟大的曹先生，专门去厕所的。哎，没关系。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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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Welcome to UNCG. 好，非常谢谢大家，请进联合国展厅。你好，非常谢谢。你好，你好。谢谢。你好。
终于圆满地走进UNCG联合国网和办公室。我到了看病。今天。我说你哪？我今天很荣幸地来到联合国这个网和集团，和我太太来观看习主席后天要来美国访问的一个图片展览。同时这个展览之后呢，也有一个我的导演作品的展览。那么我想先简单把我的这个展览之后我们的电影展的情况也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在这边我们去看看。哎，非常高兴啊。走，我去看看。大家来都过来，大家来看看，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呢，这个电影呢，是我上个月在中国大陆的四川省的南充地区的同安县拍的一个反映中国保护生态啊，现代文明和历史文化的冲突的一个电影啊。上个月的今天，我们还在这里，还在中国这个地方啊拍摄，现在就已经拍完了，准备在我们的图片展之后，我要办一个我个人导演的电影展览啊。这个是我上个月拍的，叫《放牛女》。你简单帮我翻译一下。你说，这个是我上个月在中国大陆拍的电影。This is a movie he recorded last month in China. 这个电影呢是反映中国保护生态，保护得很好的一部电影。我想这个展览会之后，我们再来专门举办这个电影展，到时候我们再进行专门的播映和介绍。We're gonna have this be held in here after the photo of China Dream. 这就是我想把你这个的放进去。好了，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呢是反映中国生态保护得很好的一个作品。This movie is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and issues in China. 这是中国的一个古镇。This is a village in China. 好，我们先做个简单介绍，等电影我们在举行影展的时候再进行详细的介绍。And we're going to have more details available after the exhibit.我们先到外面去，再简单的做一个这次图片展的一个介绍。非常好的一部电影，能够宣传在联合国网和集团，宣传这个环保，也特别接近联合国千年计划一个能源方面的环保。请把灯打开，请导演。我觉得你不仅仅拍的这个中国远征军和这个二战的这个恢复队，然后我们呢请你那个到我们联合国里办一次这个电影的研讨会，能够我们好好的把这个文化，把你的这个技能和专业推向世界各国，来认识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谢谢。是的，我也是这样想，因为这次我们参观习近平主席要访问美国的这个图片展呢、是我感觉到我们的中国梦一个一个实现，就相当于我现在呢准备
这个在这个图片展之后啊，我们一面走一面说。好的好的，我可以很好的给你介绍我们这一次图片展的、这个很成功的一个，虽然在这个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我看了这个展览的这个格局，它的情调和中国精神是非常的了不起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为我们中国做一个好事情。我也很乐意把我的作品在这里搞一次，在联合国这边搞一个联合国大厦嘛，搞一个这个个人的导演作品展，非常好。希望这一次啊，给我一个很好的借鉴啊，宣传非常好。我们带秦导演来参观我们的中国梦和美国梦、世界梦的图片展。哦，你们这里还宣传这个啊、武汉这个？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去年武汉城市代表的武汉城市的民间艺术展。然后到我们联合国网合这边展过一次，这个我们也是觉得能够帮祖国做一点小小的贡献，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个很好的城市，我去拍过电影这个地方。另外我们呢也同时给秦导演介绍一下，这是联合国人道事务部的一个介绍，这里介绍是中央应急基金的简介，然后联合国人道事务部罗莎部长呢多次到我们这边为我们指导怎么样配合联合国的人道事务的援助。我们不仅仅呢做了中国的文化宣传，也同时做了美国的文化宣传，特别这一次的我们也做了美国的在我们推广会，然后推广会让中国走向世界有更多的理解和发展。然后我们接着可以这边可以做我送给秦导演做一个参考和留念。对啊，他不是，他是坐里面，他是坐里面的。我就坐里面，坐哪个里面 ？OK。今天呢，很高兴由这个联合国网合集团、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还有国家国务院侨办，联合举办这个“中国梦”的图片展。值此呢，习近平总书记访问美国和奥巴马会晤之际呢，这个图片展开幕，我想也给这个会见带来了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氛围。我想这个。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国梦，但是呢今天的展览给大家展示一个中国梦，一个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一个梦想，我想这个梦想也一定会实现，我预祝这个展览能够取得成功，谢谢。荣幸的欢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领馆南宁市到我们联合国网合集团来指导我们这一次中国梦梦圆中国的这个图片展，由我们中国著名导演秦剑导演呢做我们的指导艺术指导，也欢迎欧诺拉和罗密欧李同新会长，还有我们的方书九教授，曾经去年在我们这边也展过这个。在我们展过这个画展的我非常高兴今天同一时间能够在联合国网合集团的办公室，在866联合国大楼265展示厅来展我们的中国梦。中国梦的这次是由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在加州的这个峰会展出两国领导人倡议这样美好的共同的愿望，中国梦及美国梦，统一世界同梦想。联合国网合集团一直以来我们承担的这个传播中美文化的这样的伟大使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愿意奉献中华儿女的全部赤诚，我们全力促进
中美文化的交流，让中西文化在交流中相融，愿中华儿女都怀有世界梦，愿地球村成为一个和谐家庭。自由平等奔大同，本次2013年6月7号作为中国新领导人所倡导习近平所倡导的中国梦，这一经济实惠的理念，中国梦即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也是每一位中国人的梦，相为依托。我们要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谐中国要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我们要建设美丽的中国，要做到发展生态文明，实现每一个人的梦想，让更多人的生活活得五彩缤纷。中国梦不仅指向未来，而且立在当下。为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联合国网合集团也有自己关于国家复兴民族强大的梦想。联合国网合集团是一个带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经济发展的巨大平台，为了促进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其他领域的发展，联合国网合集团整合各方资源，已经建立了城乡建设、电力、水污染净化、医院、教育等项目。我们通过在联合国的优势，即使能和各国的朋友有相对应的项目、实务交流对接的机会，促进全球新文明的发展。同时，我们正着手积极响应联合国千年计划人道主义援助，运用各种梦想成真，怀柔外交建立了良好关系，带动世界各国文化多元化交流、经济复苏、组织文化推广合作伙伴齐聚在联合国网合集团的殿堂。它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中心，代表着全球不同的文化经济核心社区的交聚点，构建联合国网合新闻媒体发布会。想要达成这样远大的梦想，我们将需要所有的朋友来帮助，带动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我在这里真心的希望，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联手完成这个梦想，让我们联合国网合集团与全世界的中国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露露来把我这一段的发布用英文来表达，因为今天在联合国有准备从今天的发布，然后我们从今天的开幕式的开始，我们的联合国网合集团的有和其他国家常驻联合国大使文化方面的交流，现在有请我们的露露来欢迎。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Firstly, I want to thank you everyone for coming to today's China Dream and China Wonders exhibition. Obama and Chairman Xi both have the same dream of realizing the one world, one dream. UNCG would like to undertak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To achieve Chinese revival, we would like to offer absolute sincerity in our efforts to promote the American-Chinese cultural exchange. Strengthen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sh all Chinese people have the same dream. Wish global villages become a warm family. China's new chairman, Xi Jinping, says he's a man with a dream, which he calls the Chinese dream. His ambition, which he has discussed in his recent speeches,
is to lead a Chinese revival that will enable China to resume its rightful place in the world. We persist in tak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a central task. Creating harmonious China means that we will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We will construct a more beautiful China by develo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ulfilling everyone's dream, which would in turn enable more and more people to live wonderful and meaningful lives. The China's dream not only directs to the future, but also benefits to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UNCG also holds its own dream of renovation and building a more powerful nation. The Chinese dream is a dream about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s part of the dream of every Chinese citizen. UNCG is a platform that drives global exchange of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ffor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other fields, UNCG utilizes every resource to set up urban-rural construction, electricity, wastewater purification, hospital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e take advantage of a loc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where we can communicate with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aving a good corresponding communication opportunity to make progress in globalization of new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beginning to actively support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s well as other humanitarian causes. We establish a nice relationship based on world economic recovery and exchange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new conference for the UNCG and achieve this grand dream, we need all of your assistance. To achieve our goal, we need to utilize different cultural resources. I hope one day we can join our hands to attain this dream. Let us wish that one day our dream will be realized. Thank you. Thank you.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领馆马云辉文化领事为我们这次中国梦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鼓励，谢谢。谢谢林总。首先我很高兴能够代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参加今天的在这里举办的这个中国梦图片展。这个中国梦图片展是由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中国侨联还有联合国网格集团共同主办的。在此呢，我代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对这个展览的开幕表示祝贺。经常呢，我们都谈论的都是美国梦，American Dream。但是我想在场的每一位都有一个不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美国梦。那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向大家展示一个不同于美国梦的中国梦。什么梦呢？习近平主席定义过叫做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觉得除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外，能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有一个更好更美好的未来，也是这个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这个展览能够在联合国举行，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它也是一个对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播，所以我预祝这个展览能够取得成功。我也相信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中国梦一定能够早日实现。谢谢大家。I just do the basic translation for him. He says the chairman of Xi Jinping says the
The meaning of the China Chinese dream is the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 But he thinks the Chinese dream is not only for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dream, it's also the happiness of the Chinese citizens. And he hoped that he hoped that one day the Chinese dream will come true and the world will be better and China will be better. Thank you. 现在我们非常荣幸的请我们的美国朋友来谈谈美国梦跟我们中国梦的这个相结合。欧诺拉女士是非常活跃的美国著名人士，现在我们有请欧诺拉为我们致辞。Aurora is a very famous people in America. She's a celebrity, and let us listen to her. Her think about what is the China dream, and what's your thought about it? Thank you. The China dream is actually it's actually for everyone, for everyone's dream, and everyone who's hoping to make it. And China is actually providing that, you know, for the new China. And I'm happy to, you know, to announce this and be part of this event because of those reasons. I'm trying to propagate, you know, that this is not, you know, something that we hold back and, you know, hold our dreams, but something that we can look forward in the future. And the new China now has so much to offer, so many things to do, so big, you know, like a big planet itself. And I invite everyone, and I invite different nations also to join us. If possible, if you want to have your dreams come true, please join, you know, just UNCG or, you know, China for this expedition. And I do hope you will find your dream. And for us, for each one of us, we do find it. And it's good to be here. Thank you. 首先很荣幸今天来参加这个中国梦的展览。我对中国梦的理解是说，中国梦不是一个中国国家的梦，而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梦。那么，如果要实现，如果让我们实现这个中国梦，那么希望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国家富强，很民族复兴的一个新的国家。那么，如果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梦想实现的话，请加入到我们 UNCG， 我们会帮助您实现您的梦想。再一次感谢今天来参加这个展览，谢谢。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秦健导演，他是我们。中国著名的导演几十年的这种演艺生涯，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秦导演为我们致辞。今天非常荣幸的来联合国大厦在这个楼里面来参加这个中国梦图片展。今天非常有意义的是，我今天事情再多再忙，非来参加，再大的雨也要来，因为刚好我想此时此刻，我们国家的主席习近平主席可能正在西部和奥巴马进行会谈，这是很有意义的时刻，这个时刻，尤其是我们。中国驻纽约的总领事馆马领事也来参加，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是一个鼓舞，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梦，是吧？我曾经在中国学习电影、学习导演这么多年，也一直想实现一个自己的中国梦。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人，都心中有一个梦，这是人生的意义，
所以习主席提出这种中国梦的这个提法，我觉得是相当人性，而且是